型原创现代民族音乐剧《香妃》即将登台亮相。2月28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上海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闵诗玲等领导以及主创人员参加了媒体通气会。该剧以神秘西域为背景，以交融、和谐、真情、信赖为主题，展现了香妃的美丽、大爱以及她的思乡之情，描绘出维汉两族的交融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浓稠至情。香妃将于4月1日至15日在新疆喀什影剧院试演，5月23日至6月5日在上海上戏剧院正式首演。